隔壁林太太说她是山西寡妇，什么是山西寡妇啊？是科技时代的产物，指的是家人都被山西迷惑，因而受到无视的寂寞嘱咐。我的家人也，难道我也是山西寡妇吗？您经常性的备受冷落，觉得好像失去了家人吗？是，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这题超越了我们能解答的范围，但也许我能提供您所需要的东西。真的？购物车，请订购一本陶晶莹最新小说《21》。